这些是自然的遗嘱，就是接些了，接在那个大桶里。夏天的时候，通常是。还有另外一条啊，姓拿，那个，那你的游泳裤拿另外的一条在上面。嗯，你现在东西都装好了，包车都装满了。Ready? Tiger like this. Ready? Okay. Tiger, come her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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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一个小孩吧，然后才一共才三个人，怎么上班呢？告诉你啊，哦，一共才三个人，我还以为三个小孩。没有，一共三个人，而且上班了。结果你要两个。现在在路上，休息，准备睡觉。吃点东西，然后呢继续上路。现在这些里在分发，因为早上他妈准备的。去看看。他们哦，要喝酒啊。
水很清。杨虎是回了家辛勤工作，怎么回家了？在外面一个星期啊，啥所以要把它清洗干净，我们整个这个看一看。对，下每天都是天天上升的，虽然下起了大雨，所以一路上我们开车都很小心，所以并不是每天都是晴天，今天你看又碰到了下雨，当然我还好，我们是在车里，没在沙滩上。对，威廉。雨过天晴。雨过天晴，路边的树苍翠欲滴。